老师音乐甲吹落。一个人的歌听少，有在介绍吗？一个人的歌听少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哎，唱两句就好啦吼，恁爸哦，那也无啥爽快啦吼，啊我滴个啦，一个人的啦吼，十几年无甲大家见面啦吼，要紧啊，破声免拍，较细声啦吼，来今日哦，咱节目真正足精彩啦吼，咱们首先废话不多说啦吼，介绍第二一位哦，这个来宾出来吼，这个算讲阮徒弟啊啦吼，哎，阮徒弟啊，我是怪细汉的。大饼好一行的，破声给吹落啊！哎，哎，大饼啊，你边啊小徛一下吼，你边啊小徛一下吼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用。好了，咱先徛一下，咱搁介绍后后后边来宾。我出来，你跟你阿舅一下，阿舅一下哦。好，后边我变好。你比我大弟啊，你干嘛？卖客气啦哦，啊，第二位要欢迎是啥物人呢？哦，这人足红的哦。可以说是很红啊，很红啊！最近呢，访问郭小飞，很多人在模仿他了哦。那个系列词变那么多，可是词变那么多，我滴哎，我滴耶嘞，我拎财富。继续跟着这冷屁来，扛红，扛红啊，扛红，活下去嘞！呜呜呜！嘿嘿，冷屁哈来。对对对，过来啊！最后几位要介绍这个，完全不防卫，不理你，少说也握个手吧你，你少说也握个手，对不对？握姐啊姐，秀阿姐哈，过来最后几位啊！看人家，今天就厉害啊！听也下面，你那个介绍词都没有换过，怎么今天就厉害？今就厉害，今就厉害啊！你把头衔介绍出来了，这个是恁爸特色啊，你看。好，今晚破一下个吹雷。塞那个林美照啊，这样。哇！哇！真正十几年拢无变啊，你看。鸵鸟，鸵鸟。少年的哦，我先甲拍一下哦。哇！这出来啊哦，对人心情就爽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！米霞，米霞，哇，足久无看啊。哎，那个吃饭点啊。主管点，这个节目现在就是你的主持吗？哎，还后面还有来宾啊，快一点啦！但是后面两位来宾啊，也不是说很红啊，啊，没工作钱呀啊！我们啊，欢迎两位来宾啊，出来了啊！啊，什么名字啊？我满载，好像是新人啊！快点来追人啊！啊，奇怪嘞，人拢不爱出来，奇怪。可爱点。放哪位啊？哎，你赶紧扒。有啊，好你扒。我你扒了加顺，先跟大哥大姐打招呼喽。不好意思，欢迎大哥，欢迎大哥，欢迎大哥。欢迎大哥。有意思。他们那一段应该算非常烂吧？真的，以他们。胆量还有胆识啊，胆量都有。可是因为他完全是放错重点呢，他一直不断的介绍你们是谁是谁，可是你们出来之后他就立刻说，哦好，我们换一下。我觉得应该，当初啊，当初诸葛亮红啊，他也是有他都不照牌理出牌啊哈，所以这一点他也是。可是他刚点这个不叫不照牌理，他是没有牌理。他没有牌理。贺大哥，刚才他的那个主持跟真的诸葛亮大哥比起来，差别在哪里？哦，那更是拿火腿这个比香肠。鸡腿啊。口齿要清，其实汉典要有信心。你今天不错哎，你知道你跟综艺圈的大前辈在一起，就是最前辈的前辈哎，你还敢跟他站在同台，很勇敢啊。没有，我们要冲嘛，因为我们没有逻辑，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嘛。可是你刚刚有冲，但是很烂哎。有冲很烂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不会很烂的。可是今天趁着你，那你标准也太低了。趁着康宏大哥本人来哦，我觉得我要鼓励他，因为听说最近常常模仿我。对啊，我要请你指正一下，因为他每次模仿你，观众都以为是在模仿诸葛亮，所以他是不是不一样？你现在就，我想你刚才是诸葛亮对不对？诸葛亮是这样，我爹了，有没有？他是这样，半蹲。模仿康宏大哥怎么模仿？康宏大哥是他身体要非常挺，然后要这样，而讲国语。好了，有两题啊！乱讲，这个完全是故意的。你是被骂了，汉典，你被骂了，回来不要怕，不要。陈汉典，你模仿你的那个拿手好戏给那个贺大哥看，看他猜不猜得出来是谁？就是那个夸张的那个。我跟你讲，跳要破死，要有这种魅力，你知道吗？喂，这种破死很抢眼。大眼睛，大眼睛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大眼睛。他以为是靠你说南极这一季到底哪一季？这是啥大饼是不是？啊？算了。这好像嗑药的高大哥。这个是谁？
菜头大哥。乱讲，头。奇怪，都随时都会见的。被否定耶，陈汉典。你讲一件事都这么多乱讲哎。我跟你讲，康宏大哥刚刚的模仿，你要请他本人指正一下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康宏的特色的屁股翘，你看看没有？对，可以打一桌麻将的屁股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但你走出来样子像，嘿，臭你这样子走出来，哪像你？我有精神，我是我。所以康大哥，你腿没有这样子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好像生这个病情很严重才会这样子。然后讲话的重点，大家这样子，讲话的重点。康宏今天在有我对对对，因为我这个闽南语不是很好啊哈，哦都以国语为主，是这样，所以他说会吸气是不是？对，他就觉得呜，而且眼睛很大，讲呜，我不知道了，吸气。我们要放你走了，拜拜。走了吗？去练习啊，用完了是吧？那我到后面练习啊。好好，加油，拜拜。好，我们欢迎三位大哥大姐，欢迎你们，请坐，请坐。其实刚才介绍大哥大姐们出来拖了那么久的时间，照那个秀场的时间计算。贺大哥已经可以在后面开始玩骰子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已经是赢了两把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当时看陈汉典，我觉得我目前出道是跟他是一样，哎对，就是瞎搞乱搞一样。你那时候要伺候诸葛亮吗？那时候我伺候的很多，就是只要是大牌我都伺候。还有谁？我们所谓的伺候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在旁边当小弟，就是这个大哥大姐需要什么东西，我马上就送到这样。比方这个人在找，哎，杯子吗？就来了对吧？就很快。可是照辈分算的话，康宏大哥也是算你的，算我的前辈。我出道是开始我出道的，所以你也要巴结康宏大哥吗？哦，那对，因为他是比较喜欢这个打牌跟女色嘛，就我尽量。可是如果喜欢女色的时候，是不是美照姐就要帮忙把大嫂们带开？是不是？那时候基本上我的责任就是，今天哪一个哥哥有要安排事情，你就是亲自上了吗？对，不是我，他们都会在台上给我使眼色，然后我就负责带大嫂出去逛街、吃饭、喝咖啡。大嫂那么好摆布，都会听你的吗？因为平常大嫂都跟我很好，所以他们不知道你的阴谋，他们万一说我就是要看好我先生怎么办？不会，因为我今天会邀他们出去，我也许我说我有一件衣服好好看，你不好去看，他就陪我去了。以前作秀，他们那个所谓的那个台北绕军团来的，大部分都是什么到礼拜五的时候来，都是要收钱的。什么叫台北绕军团？就是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天的档期啊，就礼拜五他们老婆们才会来嘛。OK， 那礼拜一到礼拜四他们就很空档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到礼拜五之后，所以周一到周四的时候，大哥们是可以自由玩的，自由，对对。可是他们是会看到漂亮的 dancer， 然后会。他们已经就一等下来，可能已经就锁定一个目标。看中舞者的是贺大哥吧？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是分子哦。对，不一定。你说也可能是歌手，也有可能是贺翔大哥有妹妹。他有对康宏大哥的家人下手啊？你说母亲吗？不是啊，不是不是，他对他那个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康大哥也在嘛，就那时候他有个妹妹啊，叫做康华。康华叫本名叫蒲秀珍吧，大概是啊，大概是每天，好像大概就是每天，怎么样？你忘记这件事？朝夕相处嘛，就变成很好的这个朋友了，很好的朋友。然后康大哥那时候，康大哥中风好像要复发了。因为我这个没有改名字，是他改名字，姓蒲啊，对对，但是这些蒲是不能改啊，姓，对，哎，所以他刚刚讲。蒲秀珍，我还不错了，但是他还记得，贺小子还蛮有良心的。哦，你以为他早就忘光了？我以为他这个人无没心没肝没肺，是，对不对？你当时就一开始就知道那个蒲小姐是康宏大哥的妹妹。我刚开始不晓得是康宏的妹妹，然后就是等到得手之后啊，康宏妹妹，我糟糕了。什么叫得手？什么叫得手？我知道他带他去喝过咖啡之后呢，才知道他是康宏妹妹的。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不是不是，你是说你跟蒲小姐一起的时候？康宏大哥是知道的吗？他知道你们两个在交往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乖，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时候已经生米煮成熟饭。哎，对对对。可是贺一航应该就是只是玩玩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平常讲，我到现在为止对他妹妹就是还是有那份情谊在，就是说，我绝对没有说什么玩玩，只是说我那时候没有想要结婚而已，没有想要结婚，但是不是玩玩，是真心交往。真心交往，对对，那时候我们也是在一块，就是不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。请问维持了多久？大概前前后有两三年吧。哦，那这么久，这很认真，有那么久啊？那你惹上蒲小姐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很难面对康宏大哥吗？可是我是真心的啊。
那你后来把他甩掉之后，我没甩掉他，我根本甩掉他。那你后来没有甩掉他，我们是变成慢慢疏远掉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也没有因为渐渐疏远，康宏大哥就跟他发脾气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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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劝你妹妹说不要跟？因为康大哥比其实他的功力比我还厉害的，他那是。哎，可是我看康大哥的样子啊，我觉得他还蛮像是那种正人君子的，我很难想象他跟你一样这样乱。我不会劈腿，我是教一个就始终。到结束的再换一个，可是中间的就是投资是不断的。我这样子好，这样比喻好了，这边呢是光明正大的来，然后这边是闷骚的。OK， 偷偷来。对，所以他也要请你帮忙掩饰他的太太，是不是？可是为什么会没有人对美娇姐下手呢？因为他们都把我当妹妹看啊。他是一个还没有发育完成的一个，像你讲就是。感觉上就是阴阳不是很好，然后我们觉得这不忍心欺负他吧，大概。说真的，我那时候在歌星的时候，还真的是，他们都没有把我当女生看嘞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像是这样子。OK。所以朱大哥对你也没兴趣。对。所以朱大哥当时是喜欢哪一类型的女生？哦，他就是那种非常火辣的那种。他会喜欢罗妹妹吗？不会。马世丽。哎，会。所以马世丽他追过吗？马世丽的话应该就是他喜欢的那种。崔台青呢？对，那当然有。崔台青有跟他在一起过吗？没有没有。不是，我是说他喜欢的。马世丽有跟他在一起过？没有。所以他喜欢的都并没有得，不一定能得到。当然。他喜欢的我们现在不能讲，因为有很多经常上你们节目哦。对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。柯大哥。悄悄话。是。上一场还来一个，上一场你们还碰到一个。上一场谁？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哎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不要讲。他们两个在一起过。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是你自己讲。我没有说谁啊。那崔台青跟那位小姐，我们在以后面对他不是很尴尬。不要烦，崔台青跟那位小姐的样子很不同哎。一个是清纯，一个是野艳。一个是小小的，然后是比较可爱可爱的嘛。我没有讲是谁，你不要乱讲啊。我就不要讲他名字啊，我们就是说那个的型不太一样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他有？你不知道多的很，你不知道。那，请问崔台青为什么他的秀是没有主持人的？崔台青那时候他的秀，他别人讲他的秀是比较属于那种水准上比较高一点，就是他对主持人他会不放心，他怕主持人跟他什么开黄腔了干嘛的。以前的在秀场记得最红的最大牌主持人是陈金佩哦，是他最大牌的。陈金佩不是有跟你在一起过吗？没有，跟杨凡的不是我。你不要乱讲啊！我对对对，连杨凡飞亲啊，这个其实你们这个尺度也太宽了。其实秀场是这样子啊，秀场主持人好难防。你像崔台青啊，他没有主持啊，或者只是介绍他，他是整套的歌舞秀。嗯，高凌风没有追过崔台青。高凌风他追过人很多，可是追到的人还不多了。那如果好好的跟崔台青访问就可以，不要开玩笑就可以。对。崔台青是很有智慧，有最多有访问的，我知道。就像你刚才讲的，陈金佩有，陈金佩他们都是女孩子嘛，女生跟女生嘛，不会太讲话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。哎，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触到地雷，他会当场在舞台上发脾气吗？会。崔台青会。会。他当场给你下不了台。就。他会怎么样？他就这样子。不要访问了。当场啊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不是很尴尬吗？所以说以前的主秀，他会挑主持人，比方说，哎，刘文正、崔台青这个他会挑。陈金佩他也很放心，他很放心陈金佩。放心陈金佩。陈金佩不是也是尺度超宽的吗？他以前双汪讲的非常漂亮的，他会哦对，他另外一种就会讲官方一点的。对对对对。那有一次上台拿甘蔗的是谁？张琼芝还是谁吧？从后台冲出来，手上拿着甘蔗吗？对，因为他们以前就是他们唱表演歌舞秀的时候，有一阵子就很流行，女歌星啊，就唱一首歌要换好几套衣服。八里城的舞台旁边的，一出场刚好一个那个孔锵的 keyboard 在那边，那麦克风就摆在 keyboard 上面嘛。那女歌星进来换衣服，一出去冲就拿着就唱这样。啊，有一场但是孔锵谁就买那个甘蔗还没搅干就摆在上面这样，然后他又一换拿出去就唱了，可是唱他也不知道是没有声音，因为他一直都是因为是和音的，后面带唱，后面带唱的，他一直拿着甘蔗，一直拿甘蔗这样。那等他唱完访问的时候呢，那主持人一看，你怎么拿甘蔗的？很尴尬。好笑。
诸葛亮复出在即，陈汉典模仿地位不保啦。新的新人都会模仿诸葛亮，就表示大家都还是很好奇。可是模仿诸葛亮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过有很像，没有看过。精髓在哪里？他们都没有抓到。所以一分到十分的话，陈汉典的模仿诸葛亮大概几分？大概0.3吧。他出来应该是会非常受欢迎吧？我觉得他，因为连陈汉典这种不成才的家伙都有一席之地了，何况是像他。啊，我有一席啊。我把话说回，你没有。所以你以前秀不是机关很多的那种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可以一直变一直变的，然后就像多功能铅笔吗？怎么会是铅笔？就你按一个就可以。形容了吗？像这件就是出场的 open 的。啊，对。所以这个就可以有很多层可以扯掉。对，它里面就是很还有衣服。所以一定要以大为主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 open 的衣服，就是。男生就不，男生不用，你们就一直穿西装就好了。男生对，因为他们是主持人嘛。男生不用了。这啊，这件也是 open 的衣服，就你这样不是很容易绊倒自己吗？刚康大哥才在讲一个笑话，就有歌星啊。就是刚刚出场，然后就一不小心踩到裙子，就翻了一个大跟头，结果后面歌还是照唱。因为她也是，她也是八点里挡的连续剧的女主角，一摔不打紧呢，麦克风就飞出去了，飞了好远呢，歌也下了，那个代唱的人呢，你后来被骂，真的就是他被骂。从那个以后，就是你一定要看着主持人，就是主角，你要看着他，他一摔你就停。结果他没有停，他是一直唱，所以穿帮。等于那个人趴在那儿，可是歌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那合音压力。合音呢？合音有时候他就是说，然后他是帮这个歌手带上，就有一次这个歌手又要赶场，他就提早唱位置，就合音还没到，糟糕，后台没有人呐，就剩一个 Billy 在那边这样。然后他每次合音帮他唱，声音都很甜嘛。我的一颗心，就 Billy， 哎 ，Billy 帮他唱讲，我的一颗心。就害在你被那个什么办这样。好笑。对，声音也不能。所以秀场的观众有在乎是不是本人唱的吗？会。因为哈，他不知道，因为八点档那些他不知道他们声音是什么，没有听过。那个 Billy 声音也太糟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当时的电视节目不可以模仿秀场来？不能这样访问，不能，尺度有受限制，不能。我们在秀场访问的尺度是比较宽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有女生会跟你们互开黄腔吗？我们那时候顶多比方说这样讲，李美照讲说，哇，美照她的身体啊也不是不好，但是小时候家境不好嘛，睡的是木板床，而且是为了把脸睡好看，就是趴着睡。可是那脸睡好看的，可是胸部睡掉了。我们经常这样讲，对。那我们女儿讲，那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床铺挖两个洞呢？啊，另外主持人讲说，你不行啊，床底下万一有老鼠咬怎么办呢？对，擦个精油就好了，对。顶多讲到这里而已。那就不用用那个胸贴啦。你很喜欢，你很想接这个，对吧？免得鸡腿嘛。还有各种外国的。康宏大哥，你比诸葛亮的时间出道时间早吗？我比他早。是那我那他是怎么出现的？其实诸葛亮是他是在剧团，他是剧团台语的新剧团。嗯。他是在南部，我们在蓝宝石歌厅呐。那后来就想找一个人，就是刚好我在蓝宝石，哎，老板介绍一个诸葛亮来。我说，我那个好吧，新人，反正他也没有知名度。我说好。结果他国语他不会讲。那你看到诸葛亮的时候，你有叫他表演一些段子给你看吗？我没有，我们就一起访问，去访问这个艺人嘛。所以他那时候发型就是这样。效果有，没有？他那个时候就是你看报纸上跑路那个发型，西装油头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普通的样子，还没有马桶盖，也没有穿短袖西装啊。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结果效果很好，他的国语真的。所以他一开始就敢开玩笑吗？对对，他就是那样讲。他面不改色，他好有种哦，就是都對對對都没有怕过，所以他也从来没有觉得哪一个明星很大牌就对他讲话比较客气吗？对对对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那你当时是怎么进入这个圈子的？我是歌唱比赛的，你是歌唱比赛？他歌唱比赛，欸，歌唱得很好啊，真的真的。哎，欸，你好像有唱一首什么阿姆还怎么样的，是不是？那是后来的，对对，那是之后了之后。我以前歌唱比赛，我以前唱歌就唱于天的歌嘛，就唱他的歌，与模仿他很像，然后进入歌坛。然后之后的主持节目之后，就是跟他们接触之后，慢慢学这些东西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每一场擅长的时候，我唱完我的歌之后，我就在二道门看他们表演这样，他们所有讲的话、访问内容我都记得很清楚这样。
然后那个包挡，所以你有在学是不是？有有有，就在偷偷的学这个这个学，就像好像那个廖天一样神偷嘛，对，慢慢看，慢慢偷这样。然后到有一天呢，现在需要清弹吗？那个然后那个老板讲说，哎，那个明天哦，明天康宏能可以不来，你就跟那个 DA， 哎，两个主持吧。我说好啊好，我就很开心这样。可是那时候诸葛亮还不是很愿意的，就是说，没老我赶紧来就好了。对啊。然后那个老板讲，好了，我要给那个超姐，我要给人家超姐，我上去跟他做。做效果比那个，就是因为我把他们东西偷的很多嘛，就是融会贯通之后呢，第二天呢，哎呦，诸葛亮听蛮好笑的啊，就开始慢慢就跟他合作。可是你跟他的路线不一样，他是用国语跟诸葛亮的台语做对比。对对。那你的路线是什么？那我是专门的帮诸葛亮解围，就是他跟歌星吵架，就跟我讲啊，我来，就跟他们说解围这样。所以你说后来你的效果会比康宏大哥受欢迎吗？不是，不同表演方式。这问题太失礼了吧？他人在这里耶，不同表演方式 ，OK？ 就各自有各自的那个知识群啦。所以后来就。大家，你就比较多跟诸葛亮搭档了吗？其实我跟诸葛亮就是在南部搭档，差不多有6年吧，大概。你有没有看到照片里的合影？骰子是。哇，哎，你也曾经有秀色可餐过哎，你那时候算是蛮帅的耶。所以康宏大哥才说他很好把到妹啊。对，那个时候他25岁，贺阳他妈25岁。哎，贺阳，你那时候有模仿谁的发型，或者是？所以七成秀术的，为什么诸葛亮没有变很多，可是你变很多啊？诸葛亮是年轻的时候就老在那等，对，因为诸葛亮好像反而现在还比较帅啊。对，那个时候诸葛亮30出头，你看看现在60几，那时候差不多诸葛亮差不多快40岁那时候的，才快40岁哦。那你几岁？我那时候大概23、24岁，刚退伍不久嘛。哇，那你算出道很早哎！我退伍之后就直接出道，因为那时候一退伍之后没有工作嘛，就参加歌唱比赛。所以你有很惊讶朱大哥会被找到吗？其实我觉得找到他也不是很不容易，就是说我觉得他要出来的这一步要自己要想很久啊。嗯，你看他光是要出来，人家猪都感觉就来了，你看没有？这很严重的。可是康宏大哥这中间一直有跟诸葛亮保持联络吗？5、6年前还有，嗯，后来最近这5、6年就没有。你有很惊讶他付出吗？我坦白说，我是蛮惊讶的，因为以他的个性哦，最起码要放下身段，你要放下，一切都好谈，只要你有那个心，要有那个诚意，问题还是可以解决。碰到女明星，然后也是吃豆腐开玩笑，这样应该还是很好笑吧？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样子做节目。以前在秀场，他也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吃豆腐，他是反应很快。举例说，有一次，我们访问完了，然后我的 ending 的歌曲叫《月夜探》，就报了歌名之后，朱大哥就说：“啊，豆夜探，哦，我知啦，就是。”野牛出来，暗时到野牛嘛，啊，暗时野牛出来再用个碳就对了。他就硬要把那个碳气跟赚钱的赚。他那个年代，他的台湾国语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所谓的网络上火星文是一样。对。他就是他有他的逻辑，就很好笑。他出来应该是会非常受欢迎吧？我觉得他，因为连陈汉典这种不成才的家伙都有一席之地了，何况是像他那种。我有一席啊。我把话说回，你没有。这也都有人。没有像这么新的新人都会模仿诸葛。就表示大家都还是很好奇。可是模仿诸葛亮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过很像，没有看过。罗志祥的你有看过吗？都不像。所以还是有那个调味道，就是真正他精髓在哪里，他们都没有抓到。所以1分到10分的话，陈汉典的模仿诸葛亮大概几分？大概0.3吧。贺一航色迷心窍，却惨遭网络美女诈骗啦！去色情网站被骗钱哦。不是因为刚开始用头壳心聊天呀。头顶啊！所以他讲说，我跟你聊那么久了，你好热，我说那你可以把衣服不需要的东西把它脱掉。他说，不行啊，那样子的话你要再送我东西。好，送，我送了20000多块，他说你内裤还没看到，就包的滑水弄坏掉了。啊，算了，我不看了。你是科技化淫魔哎！听说有一次他跟寇世勋斗嘴，讲那个史艳文的地址，我也觉得那个很好笑啊。那是因为我在场，就是那时候我们访问这个寇世勋嘛，然后我讲，哎，寇大哥你好，这是诸葛亮朱大哥，南部最红的主持人。然后诸葛亮在旁边讲，唱什么歌赶快上，就
一直在转转大牌的样子。然后那个寇瑞卿讲说，哎，奇怪，我男的做就是怎么主持人不能换一个有水准，就干嘛找这种来？他忙讲有水准，你是意思说我没有 class， 你有 class？ 他说对呀、啊，那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呢？那我问你的，石彦宏家住哪里？那寇瑞卿讲什么东西、啊？石彦宏家住哪里？不知道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胡伟黄俊雄家二楼。我觉得很好笑啊，对，他就很硬凹嘛，硬凹这样子，硬凹。最后寇瑞卿也没辙啊，反应很快，反应很快。而且他其实私下也是严肃的人，是不是？很严肃。所以这种他不用编脚本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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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完全都不套招。那平常他在后台会跟你们套招吗？也没有，没有。其实我跟他做节目之后，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东西，我会跟他讲，哎，大哥，我们等一下出去怎么样讲的？好，我知道。他再跟他讲个题目，他知道了。不需要跟他讲那个歌星的背景吗？比如说他出什么唱片？不，他会自己慢慢问，他慢慢看这个，你说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他叫做小 S， 小 S， 怎么人这个什么小 S 干嘛呢？他会这样子的，我都开始在慢慢了解你呀。哦，而且以前是你要负责找资料。哦，对啊，对对对，所以那时候我比较累一点。康宏大哥不是有搬过钱去说有选举场要找诸葛亮站台？是是。那时候人家出多少？哦，他那个时候选举场里面他做的最多，他一场都120万呢。曾经做过台南有一个就是一次给他五场600啊，就现金就直接拿到他面前。对，那我是中间人呐、啊。哦，我每天睡不着觉，我怕他人不见啊。他不是中了两枪吗？那个人也不是在开他枪，那只是说不小心射到他。那是我在现场，就是要杀你，不小心杀到他。不是，不是，是人家就是那个大哥的小弟要把他请到他大哥那边去聊天，然后呢，就是两个人后面就架着他，然后就枪托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过来，我大哥叫你要跪一下，讲讲小雅。”啊，我不爱了，一挣扎就失手就开枪了。哎呦！就一听到枪声，我就哇，一把枪趴下去。你也没有要去救他的意思吗？但是我们先趴吧，没有事情，我们再救他，没关系啊。然后就是看到他已经中枪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，康宏大哥，你说那时候警备总部曾经凤飞飞的事情，是把你们都约起来吗？哦、对对对，那个时候的，我们一般电视台讲上面的老板是新闻局嘛，对不对？新闻局管你的电视内容尺度啊。嗯、可是新闻局上面。的真正老板是警备总部，那戒严时期，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是凤飞飞是红，刚好那个总司令啊去听他唱歌，最后一场听完以后请他吃宵夜，结果他没有去，失约爽约，隔了几天以后不得了，就是单子来了，通知全部我们这些人要回台北要去通知开会，说我们开黄腔。说我们黄腔要禁唱，可是你们真的开黄腔啊？是没在那个时，对啊，明明自己开黄腔，还想要怪到凤飞飞头上。对对对，其实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个不算什么黄腔啊。OK 的，本来是可以接受，就因为得罪的人，他就故意找你。那个黄腔，经常听就觉得很好笑，就是他们在台上讲说，他最近出国了，到国外去了，哎，因为看不懂英文嘛，要跟那个维特要点东西的，哎，来，他喝牛奶就，哇哇。是这样子而已啊，这还蛮温馨的。这样不是黄腔，对呀。我们以前是有那个歌星证，有看不到喝大哥的。你那个因为就是你会喝大哥一直要往前，就是我跟你讲，还有那个，就对对，这样方便一点。就那一次也是因为演短剧，然后那个短剧就是。就是有带颜色的，不是啊，那个于天他演一个温条龟，对对对，就后面多一块肉，然后张琪是演一个那个 key 出演，就是有对破个洞，他讲哎呦，我们两个多好，你多一块，我少一个洞，你补上刚刚好这样，这样子，就是双关语，好严哦。这也算是温馨的吧？这不温馨吧？这也没有温馨，只是双，就是有一点想象就不行了。这个对，结果他真的坐在牢里面，全程被录下来，然后被就是要判禁言，然后于大哥不服气，还打记者，就刚好记者来采访，他就喝了一点酒。就火气就上来了，就砸大，就砸完之后就被关在那个警察局那个看守所里面了。那李亚平就为了要能看到他，就去住华园饭哎华国饭店有没有？刚住在那个分局对面家，每天对于天们喊于天说。
有那么相爱吗？是你编的吧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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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？真的哦，他拘留一个礼拜。真的，所以他还会选呢、啊，选那个房间大概七楼哦，记得好像七楼，那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他。哎，所以于天大哥跟雅萍姐算是很相爱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，还没结婚，还没结婚，所以他算是比较乖的大哥吧。他是女孩子会主动送上门的呢。贺大哥有讲说那个诸葛亮为了模仿于天请司机买车的事情啊，不是因为于大哥那时候他，人家于大哥在二三四十年前就很红了，就当主秀，然后他都买凯迪拉克车子，请司机嘛，他坐后面这样，然后诸葛亮就哎看他也买不新司机，买不那个Thunderbolt 的跑车有没有？就那个雷鸟那种，那雷鸟那种两个门的，就他请司机这样，然后人家司机跟他讲说坐前面说不啦，跑开这样不要，然后他每次爬了半天没有爬。问题是后面有没有椅子？后面有，还会有，很挤耶，很挤的车，所以他整个人呈现这样的状态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跟他讲说哎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坐前面？啊，老板的坐后面，那要坐前面的，好苦哦，坐在跑车后座累死。没有没有，那买不两门的没有。对，如果你要开始服侍诸葛亮的时候，是他如果什么肩膀酸都要帮他按摩那种吗？其实诸葛亮他是一个，就是他也不会说要人家服侍他，就是说，但是你对他的那种，他想要什么东西，你要适时的让他得到。所以他不会跟你说来按摩这样。他就说，他就这样问，哎，要亲后了嘛？说哎。对，这个你吃看这种东西，吃吃看，对红了吗？来，哎，就是在他需要喉片的时候，你拿喉片出来。等于你是扮演小叮当的角色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一直从口袋拿出各种东西。那他如果这样动一动脖子，你跑去按摩？不是，我就过来去帮他推他脖子这样。他会？你会？他按的好啊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前后台啊。很多艺人啊，包括女孩子啊，女艺人，他一定趁机跟女明星调情、啊。这个我就不知道，没有，那很有力量。他本身也喜欢按摩，你所以他知道哪个地方重点。他的小 S 很喜欢按摩，真的很会按。我还蛮懂按摩。你要控制住哦，控制住。真的会按。哇，他真的大开杀戒。我这边好紧哦。放松啊。哦。放松。我很放松的啦，放松，用力一点，再深一点。我是说暗示。怎么样？身体好吗？肠胃不是很好。对，常常胃胀气。别搓了啦。怎么样？他如何？不错，哎，你不错哎，你很会按哎，他很会。可是我怀疑你就是靠这一招，然后越摸越上面，然后在那边按，然后就整个。我要看女孩子的程度。所以像刚刚这样，你有在像神经病的话，叫我说按脚就不要。按不到穴道。不是下面死皮那么厚。如果是你喜欢的女生，你就会开始跟她聊天，然后帮她按到她。这女孩子肯让你帮她按摩，然后呢，就是说按的时间她也不会说哎好了够了，就表示她对你。不是很反感的感觉啊，有些女孩子比方说啊不要了不要，你帮按两下子啊谢谢，她就忙推掉了就没有，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女孩对你完全没有兴趣，你就算了。嗯哼，如果说你让按她讲啊，她开始叹气啊，然后自己把胃再调出来给你按一下，所以我该那一声叹就代表心里有数，她知道怎么样下一步该怎样。等下有些我们比方说按她的时候，她开始她会这样子的话，哎呀就来了。康宏大汉要退休了，却当场遭主持人戳破谎言啦！康宏大哥是一点都不想再主持了。嗯，对，我有六十多了。不会吧？有六十几，哦，你看不像二十万。戏服都是定做的，5套5双高跟鞋，我穿3寸，我都3寸，好挺，走起路来挺，胸部腰会扭，你穿个1寸扭不起来。行行行，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表演欲，对，他没有想要不表演。在家应该有穿女装的习惯。那你需要陪诸葛亮打麻将吗？我其实诸葛亮本身他坐不住。他不喜欢打麻将，他喜欢那一翻两瞪眼的东西，他坐不住。他喜欢玩六合彩。可是签六合彩其实听起来没有很花时间啊，就你签一签不就签完了吗？没有，他们要研究牌。对。然后我记得他还陪朱大哥去什么，我们歌星散场之后啊，跑到那个庙坟场啊，去求名牌啊。所以找到号码要花很多时间。对，所以他以前是有迷信到什么程度啊？
他对这种签牌的号码，他本身呢就是很迷信，然后之后他会开始，他有很多朋友，就说没有这一卦朋友，那是封什么号码，他也把它收集起来，这个收集各方面的一些号码，然后去综合到这样。那你为什么不一起签呢？当时我们看不懂，我们第一个看不懂，第二个想也不相信。对对 对, 对，他那个时候就签很，他已经签很大。可是他是输比赢的次数多，当然当然，你想想看，他那个时候本来有负债几千万哦，中了那一期以后，他清掉，身上还有七千万的现金，就是买在二十几年前560嘛那时候，对对，那经过三个月以后到负债，再负债几千万，又变一亿多，这个中间才几个月，三个月的时间。那当时他赢的时候，他签多大？你们身边的人敢劝他说，你们赢了就收手？我有跟他讲，我说你这个。不要玩就应该不得了，不可能了，任何的不可能的事情。诸葛亮他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啊？输赢的刺激吧，大概。那他对女生的喜欢有超过对？他当他签完赌了，已经决定输赢了，然后这两天也不能赌的时候，就开始对女孩子啦。所以排在第二名，他会把牌班排得很，就是什么顺序应该在哪里在哪里，他排得很清楚。那贺大哥，你的是赌先还是女色先？你怎么这样问呢、啊？他人生没有别的会先了，对不对？只有赌跟女色。其实我会赌钱，是因为跟诸葛亮合作之后，跟他们所谓的前辈们之后，我才慢慢培养赌性。要不以前我也不赌钱的。贺一航有一个是结合了你讲的两件事，就是他上色情网站，然后被骗了20000块钱。哦，那个这太糗了吧？去色情网站被骗钱哦？不是，因为他一直要求说，你想怎么样吗？你要先买个什么东西送我，这样，因为买什么？比方说买个，买一束花，一束花点数大概要2000点，那你就刷卡就买个2万块的点数，然后送他这样。买给谁？就买给对方嘛，这样。是虚拟人物吗？不是真人，他刚开始就用个头壳先聊天这样。然后头顶啊，视讯。然后呢，就开始用手这样，你想不想看到我这样？我说。好嘛，你直接跟我讲，看到脸多少钱？他说：“那你要买这个别墅送我。”好，送，一送，咚，脸出来这样，好不好看？脸还不错。然后呢？可是我说你是台湾人吗？他说：“对呀、啊，我住台中啊。”我说：“台中？”我奇怪，你后面那个月历好像不是台湾的月历，他说：“不是的，那个是我家人从带回来月历。”哦，这样子啊？那我也不疑有他，就，然后他讲说：“哎呦，跟你聊那么久了。”好热，我说那你可以把衣服不需要的东西把它脱掉。他说，不行嘛，那样子的话你要再送我东西。好好送，我送了20000多块，说连内裤还没看到，就把我的滑鼠弄坏掉。我说啊，算了，不看。滑鼠坏掉？哎，你是科技化淫魔哎。不是因为你会好奇吗？就好色也进入到三星的时代。两万还好啦，亏损的不多。所以你现在是已经碍于就是怕被拍到，所以不敢亲自就到一些那种你知道就是真人的世界。不是像我也去玩过那种这种什么游戏什么的，就是我在网上的那个名字就是我是那种，比方说我是那个贺军翔是有的。节目很少吗？最近不是，就之前的，不要讲，我叫做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找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个什么代号这样，对。可是就是他问我几岁，我23这样，哎呦你好年轻啊，我问他你呢？19，哇，好棒啊，我们差4岁可以，我们就开始跟他聊讲，就两个都不是，我年龄也不是23，他也不是19，我也是跟他碰面，就是我们约在哪里，在有一个咖啡馆要见面这样，就他还知道是我。他叫我英文名字，我停下来说，我朋友没有来。你的英文名是？不能讲，那就叫 David。那所以他也不是19吗？他不是19，我大概看一下在39有吧。哎，等于说你敢本人出现呢？你这个 David， 因为我现在看看他嘛。他如果真的19，然后你出现，19就我出现那。因为他不是19，就叫我助理出现了。我助理。可是他19的话，你出现，你就是贺一航，他认得啊。可是没有关系，做朋友的哪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不是援交，我们是做朋友啊。你骗他说你是贺军翔啊？你39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他骗我，那我就很生气啊。好有赤子之心哦。沉迷在那个网络色情世界吗？也没有了，最近那个玩游戏那个我不啊，也被骗不少钱。那种玩天堂是买宝物也骗不少钱。还玩天堂啊你？
有，你好酷啊、喔、你。有啊，现在都是什么玩的？你好三 C 哦，沙很大。你录影控哪？你在听 iPod 吗？有都有啊。所以贺大哥，你有在准备诸葛亮先生复出的话，你会再跟他合作吗？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想他出来做的话，应该是他自己有的自己的一些规划吧。OK， 康宏大哥是一点都不想再主持了。嗯，对的，现在哈、哦，现在真的我们自己啊，聊你自己要了解你自己。嗯，对啊，那你提个年龄也到一个。有我有六十多了，不会吧？有六十几，哎呦，你看不像二十啊！没有，我本来要讲好紧，我本来要讲四十几了，二十看一下。是啊是啊，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体力好，那时候我们几天几不睡觉都还可以。那是我跟他在于天勇在高雄做一个场地的，那我们演包公嘛，于天演包公，我们俩演王扫马汉。就我们连续打了三天三夜的麻将，就是一上台，我们俩在旁边那个办案桌子，我们一扶着桌子，王扫马，我们俩就睡着了，就一天，王扫马喊，我们俩还这样，就睡着了这样，啊，大人是吧？开始怒冒风，这个灯一关呢，哈，这个光线暗下来之后呢，后面有一个那个小弟就把他的帽子拿掉嘛，乌纱帽拿掉，就说哎，有人要这个偷，哎什么冤情要什么申报一下，怒冒风。就他太用力就把他连带他的夹板拿掉，这样，结果他也不知道，王扫马喊我们来看，哎呦，麦克风，大哥，你扫码不见了，哎，从台上冒台去找那小弟，扫码来看，小弟啊，就那小弟啊，差点有把刀，他一定会被于谦拿了。哦，老板也是，那个老板也是有怪的，哎。因为那个睡效果很好，你继续每场都要睡哦，累死还是不想睡，明明睡那效果好睡了，效果很好睡，于天头发每场最好就弄掉，那哪可能呢、啊？你一场加他十万他都不要，他最在乎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敢讲这事，我们现在刚好都哎这个把剪掉那个，这样剪掉，没有我们要出水遇到，就像以前那个康宏大哥啊，他常常反串。他想要就反正女生对在演戏的时候，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眼睛又大屁股又翘，然后就是三围还真的是玲珑有致，他都那种打扮那种玛丽莲梦露，对，那于大哥跟诸葛亮最喜欢把他的假发扯下来呀、啊，或者把他裙子整个扯下来。没有，他演就他演，比方说他演那个女生那种翘屁股这样。就有一场，他刚好跳到那个于谦旁边，于谦就用麦克风戳他屁股脚，一戳下去，哦呦，吐一下，就有一场呢，就是大概于谦心情不是很好，因为他每场都有戳嘛，就于谦没有戳，他一直跑了，嗯，于谦怎么样？于谦戳，就戏佛都是定做的，我有我这个三套这种那种养就戏佛。五双高跟鞋，你穿一寸的跟穿三寸的不一样，有差。是，我穿三寸，我都三寸，那个好挺，走起路来挺，那个精神哗呀呀一样扭啊，胸部、腰会扭，你穿个一寸扭不起来。徐熙娣，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表演欲。对，他没有想要不表演。在家应该有穿女装的习惯。好玩可以啊，真的那个时间长了怕反应来不及。累。对。所以康宏大哥现在身体还 OK 吧？还可以。所以你现在生活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他现在没有乐趣，也不能太高兴，也不能太生气，就平静啊。你这个表情，刚才在……哎，我们哥打麻将，你知道啊啊，跟你胡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胡了，真的胡了，也不能太开心，也不能太爽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不能太多台，他爽起来。对，万一中风怎么办？我觉得刚才聊高跟鞋的时候有点太高兴。对，一寸三寸的很专业。所以现在心情平静最重要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身体养好。当然。是。那也要祝福贺大哥在网络世界找到真爱了。希望下次。沙很大。David 加油 ，David。希望下次他会除了那个头部之外，也露出别的地方给你。应该不会的吧？都知道了，是吧？我觉得那个都是骗子啊，都是骗子。不是，下次大家看到贺军翔之友的时候要小心。就是这个色胆包天，是真的，人就是这样子，就经常冒险是比较是不错的。还可以讲出这种好的结论，保持年轻，真的太好了。好，谢谢三位今天光临，谢谢，下次再来玩，谢谢。